那个水压是多大，官员用想的可以解决民生，那大家都来做官员就好了，不要再伤害我们日安地球了，麻烦赶快来帮我们抽水，我们所有的财产都在里面。我家都没人了。哦，是啊，是啊，啊，这本来弄动起来了，对。动起来，动起来。哦，都动起来。楼的淹水是地下室从一楼淹到三楼，然后里面的话，像目前有大概300多辆的那个汽车，还有500多辆的那个摩托车哈。那这个部分是人为所造成的，他们内部因素所造成。那从昨早上的话，那个开始下雨之后他们的水闸门没有关之下呢，整个水的话宣泄进去，然后那个本身大楼的话也没有通知租户去移除这些车辆，所以现在造成很严重的一个灾害损失。这个没有办法请求到我们的那个工会补助，第一的话，他们是私人产权嘛；第二的话是人为所造成的啊，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我现在只能够说来协助他们动用这些国军来帮他们去做这个抽水的动作。